好来，这只 Toyota 大鸭哈，这只是今仔换这个阀门型的尾筒，我怀疑这尾翼哈，这中双出这弯这都已经改好啊，吼，咱今仔只是用沿用，我做这个汤啊的部分，哦，这阀门一只啊，这是63自带真空的阀门，好，咱来处理这尾段的部分，好，来个做衔接，啊，还有够头前的部分哈，伊这尾段的形式哈，伊这种的就是这个炮弹型的，哦，这只车伊主要的消音的部分哈，是伫中转，啊，所以讲中转，咱就是该做切挂，哦，就是该做空管，哦，这个回路的部分哈，伊不管是回压也好，还是开阀门的路径。好，拢是建立伫后壁尾端。来，开，关，开关，开关。OK。